今日早朝，我们可以商议一下。哦，宋大人，刘大人。哦，刘大人，我跟你说，嘘。皇上早朝，有请诸位大臣进殿。臣有本启奏。所奏何事？长都县王庆一案。哎，刘伯温，此案皇上亲临预审，三审已经结案，你还有何本可奏啊？死者尸骨未寒，凶手未及，弹劾审结。故刘伯温上本恳请皇上重开此案。那总得有个原告吧？谁是原告啊？总不能是你刘伯温吧？蒋玉珍就是原告。哎呀，他扰乱公堂，撞柱昏迷。你是替他出头啊？李大人，身为臣子，忠君为上，王庆一案朝野议论，事关社稷，理当禁言。那女子现在清醒，能说话了？还不能。说了半天还是没原告啊，没原告打哪门子官司啊？那臣就是原告。你是原告？正是刘伯温。好好好，那我问你，那王庆就算是谋财了，你刘伯温损失了多少？那王庆就算是害命了，你刘家又死了何人？臣并非为了自己。既然你刘伯温没有涉案，王庆一案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有何凭据当原告啊？臣不告王庆，臣告皇上。这不是胆上吗？太大了！大胆，刘伯温，你告朕什么？王庆犯法，皇上袒护。你胡说八道！王庆一案，皇上说话了吗？不但没有说话，还要亲临会审，以示公允。没有说话就是说话，亲临会审就是态度。刘伯温，你这是以下犯上，难道你想反了不成吗？皇上。臣冒死成状，皇上敢不敢接？刘伯温，你可曾想过后果？身为臣子，为民请命，后果一身承担。御史中丞刘伯温，再请皇上接状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指点御史，还不速速拿下！拿下！是。慢着，刘伯温，你当朝辱骂皇上，众大臣亲眼所见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皇上，刘伯温知罪，但恳请皇上接状。刘伯温，甘愿一死，以谢天下。接状。刘伯温呢？刘伯温，你把皇上的牛脾气给顶上来了，两边都没给自己留台阶儿啊！唉，罪臣刘伯温。听凭皇上发落，押入天牢，李善长。臣在。
大明律由你主持修订，刘伯温当如何处置？白纸黑字，王法条条，罪名都在那儿放着呢，待微臣回去查查。刘伯温押入天牢，待丞相查明罪名后按律处罚。罪臣刘伯温拜别皇上。皇上，臣有本启奏。说。古时公卿有罪并不羁押，而是戴罪在家，未尝轻慢侮辱。那要是死罪呢，也不杀吗？御词盘水加剑，御旨避世自裁，以存大臣之体。宋大人言之有理。不过，准了，刘伯温回家，听候处分。皇上，你真的要杀那刘伯温吗？你这边知道的挺快啊，又是李善长告诉你的吧？你先甭管谁跟我说的，这刘伯温杀不得。不能杀？不杀他，朕就得亲手宰了自己的外甥啊！那你说朕该杀谁啊？你要是杀了刘伯温，你含的就是全天下读书人的心啊。可你要是杀了庆儿呢，咱对不住的只有那死去的老姐姐。孰轻孰重，皇上你自己掂量吧。朕听你这意思，那王庆真该杀呀。这疼孩子归疼孩子，可你我心里都明白，他要不是你的亲外甥啊。唉，我老姐姐多仁义的一个人呢，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？一方面是你死去的老姐姐，一方面是全天下的人都看着你呢。还有那女子，那真是家破人亡啊。听了她的遭遇，我这心里都酸酸的。朕想过，朕想啊，是让李善长多给那女子一些银子，让她过上好日子。可那刘伯温实在是可气，一点朕的面子都不给，哎，居然当着满朝文武啊！是面子重要啊，还是咱大明的基业重要啊？事已至此，那你说朕该怎么办？哟，皇上这么一个镇定的人，难道要我一个妇道人家拿主意吗？那李善长还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他就说呀，让我好好的劝劝你，消消气儿。哼，这李善长表面忠厚，实际上呢，是一个大大的滑头。哼，哎，我觉得善长啊，这次能够放下私仇，顾全大局，这次做得真不错。他顾全大局，朕还真没看出来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他这次没顺着你的牛脾气添油加醋，你要真在气头上把刘伯温给杀了，这天下人怎么看你？国之君，胆敢纵容亲属犯法，残害百姓，本王把你下油锅，打入十八层地狱。哟，皇上。我怎么睡着了？做梦了吧？没有。哎呦，还说没有呢，大嚷大叫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一头的汗。哎呦。你说真的有地狱吗？啊？你梦见地狱了？人死会遭报应吗？哎呦，到底地狱里怎么了？
我去阎罗殿见了阎王。啊，那阎王爷到底干什么了对你？没有，没干什么。我说那阎王爷啊，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神鬼他就怕恶人。你这什么话这是？我这人啊，没读太多书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儿，皇上别见怪啊。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见过大阵势的呀，对吧？死人堆里都爬过了。那阎王爷啊，他不想收你。你说阎王爷如果真想收你的话，那用不着等到现在，那早就把你给……你瞧瞧你啊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我今天啊是唱曲没带胡曲，张嘴啊就不靠谱。哎呀。嗯，你说那女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梦是心中所想，皇上心里还惦记那个女子呢。一想到那个女子当场撞柱的情形啊，这朕的心里……臣看您脸色欠佳，啊，老李家里有一颗上好的山参，要不？不用了，最近啊，朕就是时常做噩梦。哦，要不请个巫师来做法想想？说什么呢？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哦，哎，再不，咱们效仿唐朝的李世民。在皇上的寝宫门口贴上一对门神。哼，哎呀，可谁是朕的秦叔宝和尉迟恭啊？皇上如果信得过老臣，老臣愿意每天晚上都不睡，在皇上寝宫门口守护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朕想问问你 啊，那王庆的案子反应怎么样啊？可有什么议论吗？还能有什么议论？都说审得公道，全凭证据说话呀。嗯，真的吗？哎，您想啊，一个民间女子上告皇亲国戚，皇上非但没有护短，反而是亲临会审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而这个女子呢，无非是借着诬告啊，或者想出名，或者想得利，最后事情败露了，羞愧自杀。人们都说死有余辜，皇上宽宏大量，也没再追究他的余罪，真乃皇恩浩荡啊！善长啊，啊，你是越来越会编了，啊？刘芳啊，刘毅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哦，有结果了，信使说事情已经办妥，即日就可回京。好。好什么好？哎呦，宋大人，刘大人，快给宋大人上茶。哎，宋大人，哎呀，刘大人，我这怎么看你也不像一个戴罪候审的样子啊，得意的很呢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真后悔那天在朝上多了一罪。嗯，我呀，真想看看你坐牢的样子。哎，怎么样啊？皇上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宋大人，您也觉着皇上真会杀我？你还以为你真死不了啊？嗨，你这个御史忠诚得罪多少人啊？是是，记恨你的人又有多少？那李丞相恨你啊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宋大人，李丞相他多明白的人啊，他不会趟这道浑水。你想，王庆一案是他主审，弄得朝野震动，这万一哪天皇上要是反悔了，哎，这枉杀功臣这罪名可都是他的，哎，他不会。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刘大人，你呀，竟出这险招奇策。说实话啊，那天还真把我吓了一跳。什么险招啊？我真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啊！我。
东西给你，完璧归赵。多谢宋大人。宋大人，既然您来了，我这儿还有事相求。你怎么又？这个还烦劳您转呈皇上。哎呀，这。哎，您不想知道这里边是什么？我不看也知道个大概齐。啊，一定是啊，你怕你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把你的身后家务事托付于我。对不对？于也，夫子，您自个儿看看是什么。这好像是一份供状啊。死了的那个长都知县的自供。哦，王庆的所有恶行都在里边，昭然若揭。说心里话，我是怕皇上抄家，哪天给搜了去，蒋玉珍一案永无天日。惭愧啊，老夫惭愧啊。我以常人之心，儿女私情揣斗于你，而你为公为民，胸襟可昭日月啊。哎呦，大人，承担不起。我留下这份东西啊，还另有一番其他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保命啊。哪天万一皇上真砍我脑袋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出来高喊一声，臣有本启奏。这我就纳了闷了啊！既然有此本，为什么不在庭审的时候当堂拿出来呢？火候未到。哦，你在等什么？先生，先生，皇后娘娘来了。哦，刘大人，我从后面先走了。好。哎，宋大人，这信我找着人代呈了。哎。多谢多谢，变化多端呐、啊！大人请。赵郎中看过了。看过了，这两天偶尔会醒一次。哟，这是他闺女吧？是，来来来来，来丫头。哎呦，瞧着孩子多可怜啊。哦，我正好炖了点红枣乌鸡汤，给他们娘俩补补身子吧。谢过娘娘。哎，你可盯住了他，别再让他寻死觅活的了。是。皇上那儿我去说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可怜的孩子。臣还有一事想麻烦娘娘。什么？你说。臣有封信想请娘娘转呈给皇上。好吧。谢娘娘。皇上。